一只山羊暴尸荒野，周围蚊虫万飞，显然是已经死去多时，而在他身边似乎是有什么活物在乱动。男子好奇心大发，为了搞清楚下面的情况，直接动手掰开死去的山羊，结果眼前的一幕直接让他傻眼了。一只球鱼竟在洞内疯狂跑扑，想要把山羊拖到洞里，这样的景象让人始料未及。球鱼是一种并不常见的野生动物，它们本身就有着超强的挖掘能力，可以在短时间内逃出一个巨大的洞穴藏身，而它们也是利用这种方式来躲避各种天敌猛兽追杀。下面这位男子好奇地下的东西是什么，上手一摸，一只球鱼突然翻身出现在面前。好家伙，这伪装技术真是绝了。虽然这些球鱼看起来人畜无害，但它们绝对不是好惹的。只因球鱼是除了人类之外唯一携带麻风杆菌的动物，若是不小心感染上这种病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在野外遇到球鱼，一定记得要保持安全距离。不仅仅是球鱼，很多野生动物身上都携带着我们肉眼难觅的病菌，远离野生动物，即使对它们的保护，也是对我们